为了确保滚轮在使用上的耐久性，轻展科技特别与学术单位合作研发滚轮寿命测试机，将不同尺寸的滚轮对应不同的试验载重及动作次数，以左右往返行走单程距离约85公分，每分钟往返约10次的来回运动作为测试条件，以国家标准 CNS 检测不同尺寸的滚轮行走状况是否仍正常平顺或是否有损坏及磨损的现象，作为下一次研发设计的参考标准，也可得知不同滚轮的寿命耐久性。